他妈漏一个兵了！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 别碰，别碰！暂时先别碰兵。需要知道天爵在哪。在上。哎，没有，可惜了，没有 Q 到他。Q 到他能把他打的还是不错的。 很难受啊，这个钱，哎，或者这样出个，嗯，买一下服用型药水，不然对线很难办。 哦，也这么激进啊！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。他只有一瓶红药。 先被控住了，怎么办？人家打野来了，怎么办？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搁这玩帅的。 站稳，狠狠的打出，小心，是个陷阱。
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 死了呀！我去有什么用呢？对啊，哥们，这你让我怎么办嘛？那我没办法呀。 人家来兄弟了，那我咋办？那哥们不，那只能看着你死，那我还能做什么？我其他也做不了呀，我就只能看着你嘎了呀。别担心，我可以自己做斩。我以前也这么干。我还能做啥？ 保持警惕，奋不顾身。我还能补刀，我补刀还没怎么被压，已经很成功了，已经是大成了。我锤石不知道在哪，那又出不去啊。那锤石，那万一在草丛呢？被勾到我死了呀？ 靠，两个神剑一人，<笑>挺果断，挺同步的，意念合一。行，来，哥们坐牢。 那还不如在塔下待着呢，在塔下待着可能还能快。玩的也太痛苦了。再死一波我就真玩不了了。这波我要再死，再死的话。 经验会差很多很多的，让他们自己上钩。行，感觉不该再追，好亏。 Thank you.
生存是我们都有的本能。 好肉的鳄鱼啊！能扛吗？鳄鱼也太肉了吧！这鳄鱼我打了它两个电浆哎，两个被动它都没死，能这么肉啊？肉到我！ 肉到我刚时有点震惊，他这就一件这个开个大招，肉的很肉耶！我 A 了两个被动，还打了个 Q， 一个 Q 啊两个 Q， 他没死。有人看到我就会吓得后退，可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 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永不停止。脚闪了。这身皮肤来自上古，但有本能反复。他偷谁的大招比较有用？ 之前给到哪？在这里，给到这里。中间没我，旁边没人，也没必要放两边的针眼。现在，打巫妖加双。我回来。 Thank you.
有个大招的前局，飞过去没用，飞过去没有意义。学着点。学着点。 但没用出来，没有意义。我他妈勾的不是我啊！不是，老子他妈被控了，你不勾我，你显得我这闪现交的很呆。是这挖掘机的，突击无益啊！我会回来的，等着吧。我状态好差呀，血量。 还有狂奔，我当时飞没有意义，就消了之后再飞，但是消他那个圈消了之后，这边那个厄斐琉斯身上的电浆就没了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捏了一下这个才飞到这个位置。 听到了吗？对啊，不能听到人家走的吗？ 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狩猎。卡巴大招 CD 这么快，飞到哪个位置？视野是重中之重。没大招了。
你看我回头，我是想，我这回头，就想那个你懂的，我就回头。那千珏还有大招的，哎，主要那边伤害可能确实会有点不足，千珏大招还在。卡牌大招马上刷了，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千珏还是有大招的，千珏大招不交不敢打贴身战，千珏的大招很关键，他的大招这有点可惜了。世界一直在变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我去把打龙，但是两个塔，很可惜的。爬起来。但感觉我去推塔也没问题就是了，对啊，哥们 ADC 你推塔好像也没问题，你要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。这个地方很危险，必须出手拯救。
还不能背开呀，背开太伤了。对啊，这背开不得劲啊，这背开我们得开别人，不能背开。生存是我们拥有的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面前猎杀。操！秒表，那个锤石那个盾救了厄斐琉斯一条命。这闪现也没按出来，我以为那下 A 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以为那下 A 死了，所以没想着再追他呢。好烦。